老板，过来个热狗呗。啊，我现在准备收摊嘞。给我来一个，我好饿呀。行吧行吧，你赶巧了，正好还有最后一个热狗。bro， 我现在要开始给你做了。哎，好嘞 ，bro。你这手握干嘛的？煎蛋的呀。哦。你想你的鸡蛋硬一点还是软一点？我喜欢糖鸡蛋，过来软一点的吧。哦，看不出来呀，喜欢吃软蛋的。这个是人的热狗，纯肉。哎，老板，你说这个热狗里面它没有狗，为什么叫热狗啊？这很正常呀，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呀。哎，有道理啊。就像鱼香肉丝里面也没有鱼呀，我的钱包里也没有钱呀。哥，你钱去哪儿了？都被老婆拿走了。再来一条82年的培根，今天我心情，让你吃到一个巨无霸。好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不是，这什么酱啊？秘制的肉酱，全是秘制，祖传的。这份多少钱啊？25。好嘞，现在给你组装了 ，bro。好嘞 ，bro。酸菜、番茄、红木耳、酸黄、梅，大部分的肉松。啊，看 ，bro， 你的热狗做完了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我也可以下班了。